要电的。这边，但目前还没开放内用。不要对我尖叫。插在这边，35块。我喝看看嘛。喝看看，他现在目前没开放内用啊。我看二楼感觉还不错哦，很有那个文青的气质啊。然后饮料价位有点中高，中高。不过我是看上那个上面可以休息，要不要喝看看饮料如何？还是有吸管。35块，茉莉绿茶 ，OK。期待它开放内容，因为上面感觉不错。饮料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淡淡的。然后上面是这样子，这算大杯的了，35块。其实金城的饮料都不是很便宜，金城饮料都不是很便宜，35块差不多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对吧？有车子啊，不好走开了。车子，没有出来。车子，有车子，这边。对，下来。对。灯亮起来，下来。对。不过这间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上面可以休息的。我期待它能。可以。啊？对。啊？不知道它当前的。是啊、哦，期待它能内用，我们就可以上去坐着，然后。点杯饮料来喝了，那价位都落在差不多35块左右，小杯的25，可是通常点大杯的啦。嗯，冰块还可以。这个味道有点像之前那个日向琉璃茶，有点像。然后就不派我们小朋友了。OK， 饮料结束了，拜拜。还可以，上面还不错，我等它哪一种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哦 ，Hello， 我来到那个这边要新开的叫不可度熟成红茶，那边有人，我现在不方便入境。这一杯大杯呢，35块。我看一下店的位置哈，店在那边，在这条叫民权路了哈。要不要看看？你先讲啊。讲哦，红茶什么味道？专门是卖红茶的。你说前那个正常街还是有点苦苦的。苦苦的哎。嗯。熟成的，那个熟成应该是比较苦哎。好，我看看。熟成应该是比较苦，会苦。哦，对，有点熟成那种感觉。他有讲熟成，对，有的。熟成比较苦，还可以啊。只不过这种蔗糖，这种甜哦，要是能放蔗糖，会有蔗糖的香气，会更好喝。因为这种果糖哦，喝的是果糖的味道。蔗糖的话比较好，加分。算蛮有重量的啦。这要点甜呐、啊，可是这甜度很 OK。只是说这种不是蔗糖，蔗糖有蔗糖的香气，好的不？红甘蔗那种香气会更好喝。嗯，可以啊，这算可以的。专门卖红茶的不会难喝，真的。专门卖红茶的不会难喝的。OK， 好了 ，OK， 拜拜，再见啦，拜拜，再见。你推的啊？好啦，黄金乌龙推的。我们在五芝山这边。这边评价不错哦，我现在早吃都是看评价的。OK， 五十元，那评价很高。这一杯多少钱呢？35吗？30块啦。茶味怎样？嗯，就是要茶味啦。黄金乌龙有啦。我喝看看好不好？努力。哎、欸，不错哦。你有时候可以买这件啊，跟那个价钱差没有5块钱。可这种杯子有个缺点，它很快就融化掉了。
甜度什么都还 OK， 茶味还可以的 ，OK。你再喝看看，嗯，这种有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很快就喝的，啊，缺点就是不保，没办法保温啊哈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陆续也会推荐比较酷狗评价的，都四点几起跳的那个店家了。OK， 我现在其实找吃的都是找那个 Google Map 上面的那个地图向导去找。OK， 现在吃的来源都大部分看这些了，找一些优良的店家，早餐啊、饮料店啊，什么都会陆续这样拍啊。好了，宝六，嗯，还不错了哈，可以哈。OK， 好了，你们这边就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